这是我家里给我寄来的一点烟钱，从今以后，我把烟戒掉，请大队长替我把这钱交给纳姑。 话题呢是单车失窃的忧患。自行车被盗问题呢，已经成为一种城市流行病了，并且呢，成为我们国家也就是自行车王国的忧患。尤其对于我们广州市这个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城市来说啊，每一家丢一两辆自行车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、见怪不怪的问题了。那么，整治自行车被盗问题是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地步了，还是说还有一些什么好的办法呢？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话题感兴趣的话呢，请您拨通我们的电话 3324006， 可以。